啊不不。算了，厂里面就不去了。前几年车子搬家，车子给消防栓擦碰了一下。今天去取车子。哦，这里在拆了，这里房子拆了。好了哥，没到岔路口吗？没有没有，就直走，直走，直走那个上那个坡，哎，直走上那个坡，直走，直走，等我上那个坡，地下桥的坡，直走，那中间道走就行了。那这就是马厩电厂嘛，这个。这一片都，它不是说拆，全部里面的工厂全部都搬了。搞个文娱城一样。化产业。走中间道上坡就行了，这里可以走。